哎，感谢博弈啊，把雷梦往下拉。我拉了什么？把他拉下来、啊。做了哪？虽然说你没有感觉，但其实你做了。我做了啥嘛？你把他拉下来了。我好容易被炸住。没炸到，也不算。有被扎到腻啊？对啊，他原本成功还说，哎，原本成功还说，对吧？成功什么？这个、啊、成功第三啊、嗯！对啊，成功人士，成功男人，我靠！暂时就是那些没有暂时。好，买钻石还讲出来了、啊？买钻石装小。想买钻石啊！装小。我买一个钻石王子。好霸气，你也买钻石。随便打啦，随便打，压力不要那么大啦，当我不存在。我知道，最后一把也只能当你不存在，还能整。跪很久，跪孙子，还可以再多跪一下子吧。你只有跪到儿子，还没到孙子。你以为这个风险我没有跟你一起承担吗？没有啊，看你那个分数，你都要承担。有啊，万一我你被炸了，你还是二位啊，被他摸了、啊、没有吧？我，对吧？看你啊，我点给他、啊、就对不对？冲！你最重要的那一只又不点，那一只，所以我跑啦，我怕那一只会成为最重要的那一只。压倒雷梦的最后一只北风，我真的会倒哦！压到这只真的，我还用代名词压倒雷梦的最后一根，最后一只北风。好、oh, 没。血。血。25,500一。拆六八来清血。四。有。北风。血七，我可以这样一直保持听起来就好了吗？谁？我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听西风发财。哎、欸，你自摸西了吗？没有，西在这啊。好，一直西风发财，算了、啊，无言，也没办法。可以哦。
我不知道，我试试。我打错了。打光光吧。自说那一杯子也可以啊。三瓶。保持听牌哦。对啊，七瓶。干超低能的，听西风发财，然后 也没办法转。真的是低能到不行。最低能的那种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更累，好吃听牌好了，不要被罚就好了。谢谢大家，这很难拿，这牌此生很难拿，糊不了也值得。有这么难？嗯，就是最难拿的，两组牌都不要碰，最难拿的那一种已经被我拿到了，最难拿的。没办法再比这更难的，然后还竟然一张都没有了，最难拿。什么四安克听？哎、欸，三安克听牌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多少？对啊，我没有拿过这么大的。真的很北蓝，很北蓝，想怎样？这牌三倍一满，你三倍一满啊？三倍一满、啊、可以直接呛听什么？西风发财，这种事我听西风发财啊。那像刘局，你算有听牌吗？啊，我有听牌啊，我有听牌啊。我给大家看，我留一张。什么？我听西风发财，这一色啊！我听西风发财，把狗干碎！我听西风发财，哎，怎么没碰？不是啊，我浩姐，我最后的风发财听牌啊。哦。我的，他第一只吸的时候你还没接到，对对对。没有，我没有听吸，双大我没有听吸啊，我就这样啊。我说第一只吸风没有碰，没有，还没接到对，接到对我一定碰的啊。难怪，我说我那么难接，三倍，想怎样？三倍，三千后吧。你是的，亲子，凑一次北风，不止三千后啊，你满贯了，满贯了，二加五，五番吗？五番四千二。